Hello，各位好啊，很久没有直播了，因为上次刷微博时看到某画师直播画图时，被人恶意截图后放到 AI 里进行创作，之后再宣称这张图是自己创作的，那一刻我真的挺担忧的，担忧于自己的构思和创意被轻易的拿走，所以这段时间我暂停了直播，一直在思考在 AI 绘画盛行的当下，画师们的未来应该何去何从。这个思考在我脑中好像进行了一场大型辩论赛，一方批评着因为 AI 绘画的到来会导致大批画师失业，抢走原本应该沉淀下来的创作时光，使得绘画行业更加内卷，一方又说着这是时代发展的趋势，应该张开怀抱去学习和接受，毕竟画是死的，而画作背后那些丰富的情感和故事是不会被冷冰冰的代码所取代的。近段时间我时不时的看到私信里有小伙伴问我对 AI 的看法，对 AI 绘画的辩论就是我的看法，所以我花了一点时间去理清这场头脑辩论赛，我认为可以从过去和未来两个方面来进行阐述。这里就要提到绘画工具的变迁和绘画风格的进化两个内容，从数字绘画开始就打破了传统绘画的繁琐，比如颜色的调和、纸张和画笔的选择。在传统画师的角度来看，数字绘画要什么颜色有什么颜色，甚至可以吸色，画笔也不用担心磨损保养了，连颜料也不需要等待干透了再进行下一步。从某种角度来说，数字绘画出图更快，更能适应时代，于是我能感受到的就是传统画家对数字绘画的不屑一顾，可新生代的年轻人没有这种抵制情绪，很快就能接受新鲜的事物，并且快速学习进步。所以近些年来我们会发现数字绘画越来越成熟，各种风格各种技法都能被画师们熟练运用。在数字绘画快速进步的同时，传统绘画没落了吗？没有啊，反而是呈现共同进步的趋势，热爱绘画的人们能选择自己想要的方向去发展。再来是绘画风格的进化，我看到一些言论说，甭管你的画有多独特的风格，只要丢进 AI 里进行训练， AI 就能仿造出同样的风格，因此独特这条路似乎也被 AI 给堵死了。可是纵观绘画的历史变迁，你会发现各个画家的风格都是有迹可循的，前期都有临摹借鉴的过程，都有上一代画家的影子，因此我认为画风抄袭这个词语是不成立的。人类就是一个大型的复读机，只是现在 AI 加入了复读机的战场，可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。听到这里我猜有人要喷我了，说我竟然给 AI 绘画洗地， AI 剽窃着画家们的创意，再把他们缝合成一张图，这不就是妥妥的缝合怪吗？那我就想问了，这个社会里缝合怪少吗？除了绘画行业，其他行业里没有缝合怪吗？通过缝合而经营满屋的人没有吗？很遗憾的是太多了太多了。讲到这里我就想到鲁迅的一句话，向来如此便对吗？当然肯定是不对的，可我们挑战不了人性的黑暗面，特别是在金钱欲望面前，人类向来是输得一败涂地的。与其带着怨恨去抵制去排斥，不如想想在已经发生的当下， AI 绘画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积极的作用。从事绘画行业的人有几成是全冲着赚钱来的呢？我猜99%都是因为真的喜欢画画才进入这个行业的吧。可进入这个行业后会发现，原来自己并不能随心所欲的画画，行业内处处充满着条条框框，五颜六色，似乎每个甲方都想让你磨平棱角去适应他们的审美。我要着重说明的是，这里没有贬低的意思，我是想说绘画的魅力不就在于能随心所欲，能天马行空，能无视透视体积、明暗色彩等等所有你不想要遵循的规律吗？不就是能在这个写满代码正常运行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 bug 吗？如果甲方想要的能够轻易的通过 AI 去获得，那为什么还要挤破头和机器竞争呢？既然 AI 入侵绘画圈是时代发展的必然，那就去驯服它，使用它，超越它，通过它让你的工作更轻松，这样或许还能有更多的精力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去创造。生活绝对不止于工作，也不要把绘画全部变成工作。其实很多人对 AI 绘画的抵制在于担心它会让画师失业，可工作并不止于绘画技能啊，更多的还有市场的开拓、谈单的技巧、与甲方的沟通等等一系列的人际关系，这些都不是 AI 能够取代的。我们不妨把 AI 绘画当成提升工作效率的一部分，奴役它，剥削它。再来就是期望对于原创者有更多法律上的保护，现在就有一个机会能对原创作者进行鼓励，就是喜欢本期视频记得点赞收藏，这是我正在创作的黑暗十二生肖系列之虎。画画是我一生的爱好，希望本期视频能带你走出焦虑，我们一起静下心来画画吧。